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有文化、无国界、深度丰富、混搭有趣，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型综合谈话节目群英会，我是裘英俊。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宁。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妮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刘子健。本节目由一润到底国品巧西尼独家冠名播出。同时呢，现在在手机上来搜索下载天天 TV 手机客户端万事达，可以随时观看我们的节目。是的，也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 距离、凤凰视频来收看完整的节目视频。搜索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天视群英会，更多惊喜等待着您。前一段也是休养了一段啊，这休息的时间呢也是逛吃逛吃逛吃啊，就这俩事儿了呗。不不不不，看了很多电影 啊，比如说我看了一个《湄公河行动》。哇，彭于晏好帅呀、啊！不不不，你看这人怎么瞬间就变成这样了？这女人呢，真是有没有点意思？刘姐说，你喜欢的是谁？我比较喜欢那个电影里面的萧天。我们也喜欢那个哮天犬，是啊，对，那条警犬我们也很喜欢。那刚才你们可不是那样。彭于晏好帅呀、啊！不，你看这人怎么瞬间就变成这样了？今天节目当中啊，也真的是请来了警犬和它的主人们啊。我们有请天津市公安刑侦局十三支队警犬侦讯队的警官和他们的警犬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新良，我所携带的警犬是一条搜捕犬，它的名字叫悍马。我叫苏一鸣，我带的警犬叫五福，是一头搜豹犬。大家好，我叫何蕊，我带的犬是 Seven， 是搜毒的。大家好，我叫韩旭，我的警犬战友叫 iPhone， 它是一条血迹搜索犬。几位警官带来的警犬各有不同的工种，我们这儿一位一位来具体的和我们介绍，好吗？好。苏警官和他的五福啊，对，现在已经快11岁了，所以有9年多了。哇，这也是一个老警犬了啊。对啊，当初挑选他成为搜豹犬有什么标准吗？先看他的身体状况，发育良好，然后胆量必须得大，然后环境适应能力强，然后第三是有非常好的就是先取欲，那个占有欲和那个游戏的欲望。第四个就是他那个兴奋性高，搜索能力强。那所以平时他的训练内容大概都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爆炸物做一下隐藏，然后下口令让他去搜索。如果他真的发现了那个爆炸物或者是危险物的话，他会叫吗？他不会叫的，因为引爆装置它比较复杂，有的有可能是声控或者是就是触压的。你如果叫或者是就是扒那些东西的话，它有可能引爆这个爆炸装置，所以我们是采取安静的施救方式，就是坐或者卧下。你们会使用真的爆炸物吗？对，必须赋予它真的爆炸物。那这样不会很危险吗？不会的，因为我们只是对它其中的那个炸药成分来训练。那它一般它能闻的这种爆炸物都是什么类型的呢？一般就是黑火药那个子弹天梯、硝铵，就是这种常见的这些。像三星 Note 7它闻不出来，闻不出来。那现在也算爆炸物了。那可能找刚刚那个 iPhone 可以。对对对，那这个这样吧，我们现场来个小小测试，看它能不能找到这个爆炸物，好不好？没问题。好，现在大家看到我手中拿的这个，这就是传说中的爆炸物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拿上几个箱子，咱们几个研究一下，把它放到哪个箱子里，完全模拟一个真实的场景。我们四个就当时去旅行，对，看四个旅客，看看五福能不能找到这个爆炸物啊。好，我们把箱子拿过来，我们来拿一下箱子啊。行，现在这个箱子顺序已经被打乱了啊！来吧，我们到一边，有请五福。哇！刚才一晃，其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也是，我都忘了在哪个箱子了。
他好像找到的，他坐下就表示找到了是吗？那他就是认为是这个箱子里是有爆炸物的。对，这个有爆炸物。好，那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一看啊，到底是不是在这个箱子当中。在吗？哎，是这一个箱子吗？哦，真的，还真在这儿啊，还真在这儿。哦，他找到了，找得很准确啊。对，五福任务完成得很不错。我刚看苏警官也给他一个奖励，就拿这球玩一下就可以了，是吧？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口令能跟我们说说吗？口令一般像搜爆就是搜或者是秀秀，当他听到这种口令的时候，他就知道可以开始工作了。秀秀听着跟搜索一样。他一次可以检查多少个箱子？要看那个就是犬的当时的工作状态，还有天气。因为如果天气炎热的话，它工作时间就会相对缩短啊。一般情况下，您看我们平时比如说去坐飞机啊，或者坐火车都有那个安检仪，对吧？一般这种警犬它是在什么情况下来使用的？安检仪检测怀疑有爆炸物的时候啊，可以使。安检仪怀疑，但是还没有人敢打开它的时候。比如说像五福，它是训练了多久以后，它才能够去执行任务呢？一般像搜爆犬，从开始接受训练到那个取得就是考核认证，大约需要6个月吧。所以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警官，其实我们的警犬为了保我们的平安，也是付出了很多啊。这份工作的确非常的崇高，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安宁。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苏警官，也谢谢我们的五福，谢谢谢谢谢谢他们。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搜毒犬，我们有请。好了好了。大家好，我叫何蕊，我带的犬是叫 Seven， 它是条搜毒犬。哦，何警官带着 Seven。我看了一些就是西方电影里面搜毒犬，他们一般都是那种很大的那个黑背啊黑背什么的。小型犬有一个优势，就是和人接触的时候，人们不会产生害怕心理。那成为一只搜毒犬，这个狗狗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首先它需要有良好的嗅觉，然后它凭借它的嗅觉呢要跟那个毒品的气味要建立联系，之后呢它还要就是说有搜索的一个耐力。哎，我还好奇，就比如说刚刚那个五福和 Seven， 如果他们小的时候，你们在挑选他的时候，怎么样来区分他来做搜毒犬，然后他来做搜爆犬呢？搜毒犬跟搜爆犬是可以通用的，是可以通用的，对，可以通用。但是有一点，搜爆犬呢要求是安静型的示警形式，然后那个搜毒犬呢可以用扒或者吠叫这种报警方式。如果说这个 Seven 他要是遇到了有人携带毒品，他就立刻会扑上去吗？我们的示警方式是坐，坐是吧？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下一个实验了啊。之前呢，我们的编导啊提前其实已经安排好了，在我们四个人的身上已经安放了一份毒品。你不是我？真的吗？也不是我哦。其实你们在换衣服的时候，你们并不知道啊。行了，现在别摸了，现在别摸了。我们现在让我们的 Seven 来找一找，看看这个毒品到底在谁的身上。哎，走，好紧张的感觉。我这是第一次被警犬这样，是吧？对，怎么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真的，也有可能你就是Seven 是他吗？完了，错了，这孩子，我是真是没有，因为我当编导说是搁在一年那儿，我真是没有。哎，他真是没有，这不可能，这个是什么东西？哇，这什么？这谁给我搁的？原来一般坏人都是好的演员，是吧？骗得了我们？闻的还真的是很准确。这个是你们平时训练用的一个道具是吧？对。啊，真的是很准确，我真不知道，他们放在我裤子里，我真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他好厉害哦，真的。Seven 现在工作多长时间了？他7年了。他的训练模式是跟五福一样吗？对，是一样的，只不过气味联系的物品是不一样的。那他能辨别多少种毒品呢？
10多种吧。十多种，因为其实你看这爆炸物啊，它那个基本原料就是那些，对吧？对对对。但是这毒品可不是层出不穷，还有好多新型毒品。这个平时您怎么样训练它呢？就是每当有新型毒品的时候，我们得去那个相关的部门申请，之后我们拿这个气味进行联系。哦，所以我能理解成就是 Seven 在那个训练的时候，他闻的是真正的毒品。对，这样不会对他有害，或者是别的副作用？其实是有一定伤害的，尤其是对警犬的那个腿是有副作用的。哦，今年6月份的时候，那个被。我也是就是洗澡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它后边长了一个瘤，兽医诊断完之后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说这个应该是恶性的。我们进行了大概得有2周左右的保守治疗，吃一些抗癌的药物啊，然后打一些就是每天给它注射一些针剂之类的，每天它要打的针大概就得有3支。我觉得我看着它就是这样痛苦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在手术室出来之后，刚走了2步就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醒了的第一件事就说你们赶紧去做手术，记得千万不要管我，我没事儿，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你们去管那个灌犬，赶紧给他做手术。我说我这边没事儿，我就是缓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在屋里，他就在手术室，一直是在为他默默的祈祷。自己其实不太敢去面对那个结果。那后来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手术挺成功的？当时手术应该做了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嗯，做完了之后，我们那个兽医就进来跟我说，说那个手术很成功。那时候当时是如释重负。对。Seven 恢复健康之后有没有小小庆祝一下？其实我们在养了一段时间之后，面临着有 T20 峰会，就是这样的大型活动，那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庆祝。就又是一系列重大的任务。对，就是直接又去参加任务了。嗯，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只知道人民警察工作很辛苦，其实我们的警犬工作也很辛苦刚刚您提到这 G20， 其实你看对这个我们也很好奇，就像这种大型活动，它的这个安保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层次的啊。对啊。那这个警犬在这些层次当中，它属于第几个层次呢？这次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可能有工兵，然后还有生化，我们是属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做最后的确认工作。确实责任非常之重大。没错。所以我们就希望以后 Seven 能够健健康康的。对，对吧，保我们一方平安。没错。谢谢何警官。谢谢何警官。谢谢我们 Seven 啊，谢谢。刚刚啊，这两只警犬很厉害了啊，那么接下来上场的这只就更厉害了。我们有请这只可爱的警犬和它的主人，有请。一二走。去。啊，来。大家好，我叫韩旭，我的警犬战友叫 iPhone， 它是一只史宾格犬，是血迹搜索犬。血迹搜索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接触的不多啊。它主要是出一些刑事现场。刑事现场。然后就是它去寻找一些遗落的血滴和一些个血迹物证，比如说带血的刀或带血的衣服和带血的鞋子，这些它主要是搜索这些物品。哦，这也挺厉害的。对。刚刚我们介绍这个五福和 Seven 这种搜豹搜毒犬，他们就是用气味来训练。血迹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呢？它和搜毒搜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一样的，它们属于异曲同工。然后它也是一种寻找气味，它只不过是寻找是血迹的气味。那是不是你平时训练的时候，那就各种血型、各种的血都要有？对，就是新鲜人血，然后我们对于它要进行训练。然后我们有时新鲜的血陈放几天，稍微的腐烂一些，然后也是应用于现场。有时现场发生好几天，需要它去，它对各种形式这种血都需要训练一下。有时我们也需要抽我们自己的血。抽你们自己的血？抽自己的。那一次大概抽多少呢？我们一般的就一点点吧，抽个几毫升。那这也架不住日子长，这总训练其实对身体还是会有点影响。是是是，但是为了工作，大家也都没有任何怨言。我觉得这个付出挺多的。真的是，你别看他才工作3年啊，年纪小，但是我听说他是一条冠军狗。在2014年，全国警犬大比武，他获得了血迹搜索科目的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哎，这全国大比武是比什么？怎么比呢？在一个
10×10的一个场地之内进行搜索，然后比时间，谁最快，比成功率，哦，谁最快谁成功。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一名，对，他是总成绩15秒多，15秒多，对，真的是很厉害啊！我想来试一下，就是看他能不能找得到。可以，好，我们有请我们的兽医老师，有请。好，欢迎。你好，我叫陈光，是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支队的兽医。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呢，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血液，这是一瓶没有开封的矿泉水。好，请主持人帮我把它开开。啊，这个活我会干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血液呢，放一滴，因为一滴血液呢，稀释，对，稀释，因为一滴血液呢大概是1/20毫升，这瓶矿泉水呢是550毫升，这样血液呢就被稀释了1万倍以上。哦，看一下。几乎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这如果不说是放过血液了，肯定是对的，真的看不出来。然后我们用一个新的注射器，把这个稀释过的血液，稀释过，对，然后咱们放在这个容器里。好紧张的感觉。这个血液呢，经过稀释之后呢，肉眼不但看不到呢，咱们人的嗅觉呢也是闻不到它的味道，肯定闻不出来。对，主持人可以试一下。这什么也闻不出来，这个，这闻不出来。咱们主持人可以拿一个小东西沾一点，可以用我这个手链的这个坠子，可以可以，一点点吗？可以可以可以。沾一点点。我这个手链上面已经沾了这个稀释血液的水了，对。然后我手上其他的这些道具是没有的，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我就干脆把这些道具都散落在台上，好，然后让这个 iPhone 来找，看他能找到哪一个啊。好，现在我们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散落在舞台上了，接下来就是考验 iPhone 的时刻了啊！看 iPhone 能不能找到这个沾有稀释1万倍血迹的我们的这样东西。哎，好 iPhone， 搜，好 iPhone， 搜，他不太感兴趣啊。搜，好 iPhone， 搜，iPhone 搜，修，好，哎，我们这个 iPhone 这次就是非常成功的完成了任务，好，我们鼓励鼓励啊。像刚刚这个 iPhone 模拟的这场景，其实这就应该是有一个，至少是要有一个凶杀类的案件，对，对吧？他才会来出现到现场。那像这个工作，如果在没有我们这个搜血犬的这个情况下，如果要人来工作，这个工作是难度很大的吗？是，有时它的一些作用是人不可替代的。好，非常感谢我们的韩警官啊，也感谢我们的 iPhone 啊，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现。当然，我们也希望真的 iPhone 的用武之地其实还是越少越好啊。越少越好，对，好的，谢谢，谢谢韩警官，谢谢啊。哎呀，刚刚已经有3位警官带着他们的爱犬和我们来见面了。最后要登台的，这又是一位大人物，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大家好，我是来自警犬队训导员刘新良。我所携带的警犬它叫悍马，是一条搜捕犬。悍马这名字就霸气啊，搜捕犬。对，搜捕犬就是我们经常电影当中看到咬坏人的那种，是吧？那个抓捕行动，就是体力非常棒啊，力量非常大。但我觉得要是一般犯罪分子要看见它是不是就跑不动了。对，在有一次行动中，然后我们通过摸排走访，在一个房间了，然后说这帮人都在这个房间里，我带着我警犬到门口，那帮嫌犯刚要逃跑，看到警犬一瞬间全都不动。哦，在我们那个训练搜捕犬中，其实它的每一个眼神都是非常凶的。它那个搜捕犬跟别的犬种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安静的守候，它会盯着一个目标，一旦目标出现，它会非常凶猛的根据训导员指引去进行搜捕活动。哦，这是什么犬种呢？就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个马里努阿犬。这个犬种相当于其他犬种都是速度比较快，奔跑的
耐力比较强。哦，它的速度能快到什么程度？它的速度能达到将近60迈左右吧。60迈，冲起来的那一瞬间。哦，刚刚那些警犬都要牵着的，但是唯独您这个警犬是没有牵着的，但是它很稳定，站在这上一动不动。这是不是也是成为这个搜捕犬的一个？搜捕犬的它的首要前提必须对主人是绝对服从的，它的每一个口令它都要做到。它是能触碰的吗？能触碰，没问题。哎呵，感觉怎么样？还可以哈。他一动不动，他要一动你跑不了。那汉满今年几岁了？今年9岁了，已经9岁了，那算是一条相当于人的年龄60多岁。六十了。这个汉满他要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会直接去扑咬那个犯罪嫌疑人吗？他这个根据案件的性质来定，你像一般的刑事案件，那种逃犯都是穷凶极恶，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就必须要求他去这么凶猛去来对待这犯罪嫌疑人。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他就会下袭的口令，咬完之后根据我口令他会放口，然后有个押解的过程，一旦那犯罪嫌疑人再跑，他再去袭。他相当于一些，你像对于一些那个群体性冲突事件，我们会给犬戴上口笼，他说去撞他不会去咬，因为他这种群体性事件他那个伤害性质没有这么大，还没有达到他去咬的那种程度。他的主要任务是制服犯罪嫌疑人，并不是杀死犯罪嫌疑人。我觉得悍马可能每次执行任务时还真的是要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啊。每次我带他出现场上，一般都是我俩相依为命吧。他的这个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要想训成一头搜捕犬，他必须得有极佳的基础科目，之后才能进入到搜捕的训练中。这刚刚我们看到的都是悍马静的一面，接下来我们想看它动起来了。这动起来，这都紧张了是吧？这动起来让它咬谁？没事，有我们专业的训导员。也嗨，我就知道有训导员。有请我们的训导员吧，有请。你好，来，你好。我是警犬训导员高洪强。他们那工作都挺好，我觉得就您这工作差点。您怎么老让这他咬您？这合适吗？对于我们这个警犬行业来说，只有优秀的训导员才可以当成驻训员。驻训员是对警犬的训练的一部分。但是您这有没有害怕？我们看着他我们就哆嗦。您这他向您扑过来，这您心理上有没有压力？当初的时候会，现在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咬咬就习惯了。那您这个护具是什么材质的呢？哇，好硬啊！暗护袖，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会穿上那个防护服。这大概可以承受多大的这个咬合力？正常的所有的警犬的这种扑咬，它都能承受。接下来我们还得问问刘警官啊，我们四个站哪儿比较安全？对，这个太关键了。那我站一侧，然后让驻训员去站在另一侧，咱们主任站的姿势千万不要这样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因为他会以为是给他这个胳膊，是不是？对，我从现在开始没有手就插兜里了。你如果被你锁定成目标的话，你插兜里他也会咬你。是啊，那这样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悍马的表演，好吗？好，来，注意，叫，叫，叫，好轻，好，好棒，来，扣，好。棒！好，好棒！好，注意，停！停！好棒！来，好，棒！帅爆了！感谢我们的刘警官、高警官以及我们的悍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啊！对，这种训练平时就是只用那个胳膊的那个吗？在我们初级训练，它也会有一种全身的扑咬服，但那个衣服非常重。今天有带过来，有带过来看到吗？可以，带过来了，我们可以尝试吗？拿一下，可以。哇，这就是像大棉服一样，像航天员一样，我觉得啊。对，来，拎一下，拎一下。我看真的有这么重吗？真的很重，真的很重。哇，好沉啊！60斤啊！你们练的时候就是穿的这个是吧？对，我们初期训练时就穿这个衣服，同时训练好几个警犬，然后我们驻犬穿的衣服要跑，要奔跑，因为同时好几个警犬，对，还要奔跑。穿这个衣服，这个可以奔跑吗？可以奔跑。你试一试，可以试一下，你来试一试。那我试一下。我的天哪！现在子健，你感觉怎么样？好像就是身上备了好几袋面粉一样。好，
子健现在感觉怎么样？还没开始就已经很累了。走两步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像太空漫步啊。刘警官，你们夏天训练时也要穿这样的衣服吗？对的，穿着衣服还没开始训练已经湿透了。来吧，我们让子健来真正体验一下训导员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注意，好，进，哦，好，棒，来，好，注意，好，进，啊，好，好，棒，来，扣，好，好，进。哇，那个坏人绝对逃不掉。来，好，好，靠，好，坐，好，好。哇，谢谢，谢谢我们的悍马啊！来，刘警官，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子健怎么样？很可怕，然后关键这个很累。嗯，而且我刚刚发现，就是悍马，只要是我们的刘警官没有喊松，他是坚决不松口的，就一直咬着子健。感谢我们子健吧，今天来体验，挺不容易的啊！来，脱下来歇会儿吧，好吧。子健换回西装，感觉好多了吧？太舒服了。我发现这个悍马，它特别快的就能够进入到那个状态，所以他平时在训练的时候也会刻意这样训练他吗？对，在一些那个抓捕现场中，他会需要非常安静的待在一个地方，然后进行埋伏。一旦目标出现，他会根据训导员的指令，一个习的口令，他会立马兴奋起来，以迅速的速度去抓捕。去抓捕。对。哦。那他有没有受过伤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在日常训练中，一些山沟啊什么都会涉及到。其中都有一次在进行夜间训练的时候，我俩一块掉在山沟里了。然后他那个左前腿折了，我是右腿前交叉十字韧带断裂，然后拉肌伤残。这个平时您训练还这么大的危险性是吗？根据实战来安排训练，然后通过实战来反馈训练。有没有觉得哎呀干这行真的太不容易，自己也受伤，自己的爱犬也受伤了？当时没有，当时我更多的是来担心他。然后我大概住院了三个多月吧，然后我回到单位第一时间就去看望他。当时他还带一瘸一拐，他那个是骨头完全断裂了。然后赶上2014年有个全国大比武，然后给我俩一起在恢复，慢慢来参加比赛，最后获得全国第三名。所以他恢复之后第一眼看到您是不是特别想你？其实在之前一次训练过程中，他的腿已经都不行了，他跑了一瘸一拐一瘸一拐，但是我完全能看到。当时上场之前还是非常担心的，但从我下口令开始的那一刻，他以全速的在跑，在奔跑，最后以这个圆满成绩或者100分成绩来完成了任务。回来之后，他的回圈车一直趴一动不动。明显感觉到他腿，现在他的腿一摸还有3个小骨节。好勇敢哦，我觉得。哎，我现在突然就觉得，如果我再亲近他，我没有觉得那么害怕了。所以他现在受伤之后，会不会就是不再带他去执行特别危险的任务呢？毕竟他的岁数也大了，现在基本上都不执行任务。我现在手上有那个新带的搜捕犬，但我每次训完练之后，我都会带他出去玩会儿，然后都一直在照顾他。所以就是所有的警犬，等到他们不能工作之后，你们会有专门的人来照顾他们。对，有专门的训导员会对他进行一些照顾，如果他们生病了，或者有专门的兽医给他看病。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警官以及我们的悍马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表演啊！是，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回我们的几位警官和我们的几只警犬，我们再次请回。欢迎。其实你看，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犬种啊，可能有的我们接触不到，但是有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像搜豹啊、搜毒这些警犬，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是会遇到的。如果会有警察，比如说要求要检查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大家真的是要尽力的配合，因为也是在保我们的一方平安啊。是是是。好了，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的这些人民的卫士，谢谢他们，感谢你们的到来，谢谢我们可爱的警犬，谢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本节目由一润到底国品巧西尼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期再会，拜拜。